欢迎参加拉货比赛。我第一个。大胖子的车上好假超轻松的你的成绩是一个胖子。轮到我啦！Go！ 好挤呀！哇，引擎冒烟了 ！What? Oh no！ 你的车只能载一只大象。到我家了，走啦！OK， 拜拜。我感觉我还能带个城堡，嘿嘿嘿。哇 ！Oh no！ 啊哦，车扁了。佳佳，你还不错啦，可以载两个动物。不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弟弟，你的车装好多啊！哇，弟弟好厉害呀！哇！哦！你是第一名。哼哼。